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谦。我们今天呢要来玩阿神创的宝可梦生存伺服器。我今天呢找了两个人来陪我一起玩。我是伟伦 ，Hello，Hello，Hello， 我是黑鱼。欢迎来到 Pixel Moon 的世界，感谢您安装这个 Moon Pixel Moon。现在请选择你未来的伙伴。哎，我这边御三家可以选的，我要选谁？看你想选谁。好，我选好了，开始您的冒险。啊，佳佳。你猜我选谁？我猜阿恰恰吗？阿恰恰听起来就应该像是小火龙。哎呦，哎，你干嘛到？你要干嘛？哦，黑羽有喷火龙了。你想跟我单挑是不是？来啊！黑羽，你知道这伺服器是我开的吗？我知道。哎，等一下，你要干嘛？你知道我可以把你的喷火龙变成五等的小火龙吗？先不要，赶快陷害他，陷害他！目标打下斜线 S E T。等一下。然后 B A R party， 然后黑是什么 B L A C？ 没有没有，好 M 没有没有3284。不要看我 ID， 不要看我 ID。想变成五等是不是？想变成五等是不是？没有没有。哎，我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伺服器，我从来没有玩过。然后阿神邀请我来玩，我想说，哎，顺便它是一个生存的伺服器，我想要顺便把它拍成一个系列，就当做这一个生存系列。哎，我从来没有在我的频道拍过这个模组的生存系列，这就是第一次，好不好？就献给阿神。这个伺服器我做了整整一个月，然后花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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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去把这个伺服器给建造起来，然后我终于学会了就是怎么去建造这个伺服器，就是花了好多好多好多时间，就每个晚上啊，大家至少都花，我有一个晚上花了14个小时，然后大概平均都花个8个小时去研究怎么做。那像这整个伺服器来，哎，就是我自己架设起来，我自己掏钱，好不好？这个伺服器一个月要4-5千块钱，然后好不好？就是免费给大家玩，对，免费啊，里面没有任何的氪金元素，进来就可以直接玩到舒舒服服这个样子。哦，哎，你看我的小火龙跟着我，好可爱，要把它收起来吗？我给你看我的宝可梦，我给你看我的宝可梦。那个，哎，现在这个伺服器目前只开了第一世代这个样子。我的宝可梦呢比较特别，因为我是伺服族，我给自己了一只木木侠。哎，不公平啊！哎，不是听说这个是第一世代的吗？这是第二世代的吗？对，没有，它不只是很后面的，这很后面的世代。但，其实是这个样子，就是哎，在这个游戏里面啊，就除了哎第一世代之外，你偶尔还是可以遇到其他世代，但比较几率很低，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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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的样子。你往后面看，有闪电鸟。激动鸟，那个是那个我们放在上面的，就是这个是我们的正村，对，展示就对了。这两个 NPC 是那个黑羽做的 NPC， 超可爱。可想而知啊，颜黑羽的能力做出这样，应该是他最大的极限了吧？哎，没有没有，哎，那台词我都有 say 过，你看一下。看左边这个台词，左边这个台词，你要不要来性交？你好啊，旅行者，要不要来性交？别怕，我们的健康是很安正常的。超可爱，超可爱。欢迎来到阿尔坎雷提亚镇。希望你会喜欢这里，还要把这个镇取了一些奇怪的名字。好，那这里就是我们的初始村庄，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在这里。我要不要把我的小火龙收起来？对，你可以把它收起来，再按一次的同样的按键就可以把它收起来了。我刚按了什么，它才出来？阿爸，而且我发现小火龙的尾巴是火把，哎，真的可以照亮尾巴，尾巴很可爱，对，好可爱哦。我没有白养它，哎，为什么有人？我刚才被葱油兵撞，耶！哦，我没有跟阿神打。你在干嘛啦？我不然丢到你。哎，你打到我了。好，没关系，不管了，快！我要往前，我要先逛一下这间是什么？探索。这里呢，是我们一开始初始的商店，在这里面呢，可以买到各种各式各样的东西。在这个世界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会越挖越少，越挖越少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里的 NPC 可以直接买矿物，而且矿物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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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便宜哦。但是买一个钻石，也只要90块钱，怎么了？我看到他卖那个宝贝球。对，这个中间的这个 NPC 呢，是卖一些宝贝球的东西，这些都是我自己设定的，我自己慢慢的研究程式嘛，然后一点一点把它编写出来，然后游戏中的一些矿石呢，也不需要挖矿了，好不好？直接用买的，就让大家很轻松，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挖。看后面这边啊，这边小矿，小矿哎、欸，这么一个野生的小矿在这里，这地图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很多那个很多很多很多小彩蛋，对 ，OK， 再来，看这间。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找。哎，你是一个小新手，是不是一开始要先去找大木博士啊？正前方，我要先跟那个小智，正前方，我要先跟小智单挑，因为这边好多好奇怪的神奇宝贝，吓到我了。他们都在这边挡路。哎，大木博士，就是他。哎，左边这一位，我们这一次的大木博士是个女生啊。嗨，对，他会教你一些基本的一些讯息。新手博士，打不赢野生宝可梦吗？去找村庄的 NPC 训练吧。没记错的话，出门后左转有一位三等的训练家，他应该很乐意跟你对战。
要不要去看看？要不要去看看？要不要打下？要不要打下？要不要打？哎，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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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哎，是我！在这里里面里面。喂，我是我。哦，一开始要跟你打哎。哎，我是阿神。嗨嗨，我是阿神。Hello Hello， 欢迎加入我们的伺服器。哎，频道这些设定都是我一点一点慢慢用的，拜托不要再开推抽抽的东西。哎，这是我这个伺服器有个规定，就是如果你盖那个什么石头，好大的火一步，超大火精灵哎，我真的不要火一步啊！你们已经被其他神奇宝贝吸引走。哎，我发现我左边有个小火龙，它都盖特别大的呢，等级50 HP 19哎，哦，它显示在旁边呢。哎，没错没错，你要走出来，你要走出来了，我们去看看那个，我们去看看那个。我去那个跟那个星球 NPC 打架。对对对对对，走出来之后左转，左转，左转，左转这边。走出来左转。依照我这个高智商，我不用黑羽带路，我应该可以成功的找到他。这里这里这里，欢迎欢迎。在哭。阿伯，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 NPC， 要不要跟他对战？好 ，Give me，Give me。你要对他丢出宝贝球啊！哎，不要一直戳我了，不要一直戳我了。然后我现在才发现，我完全没有开游戏的声音。我把游戏声音打开一点点，哈，有声音了。你看起来很胖，胖子。Let's battle。他有一只裂空座，你有看到吗？这是我塞的。哎，我怎么跟他单挑？我看不到。我现在视角是看屋子。哎，你可以按右键，右键拖移移动视角。对对对对对对。哦哦，我可以观战，我可以观战。我们来观战一下阿谦吧。好，我们来看一下阿谦。哦，在这边战斗，我看到了，看到了。啊，对对对对对。黑羽不要挡，因为他是挡着。他是一只裂空座，超可爱的。对，我要使用火花。行不行啦？哇！你先把他手爆，我先把他手爆，克数啦，克数啦，对啦，克数啦，换我，换我，换我。什么？你只是运气好。对，木木萧使用影子偷，哎，使用左他，使用左爆。你们不要虐待我的裂空座。而且，你看旁边，你看旁边，你看旁边，这边还有个 NPC， 超可爱。哇！这是他妈妈，我女儿超棒，她抓到神兽裂空座，而且她的 ID 是雪莉。我大老远过来就是为了攻击你的村长。这游戏里面有各种各式各样的那个 NPC 在里面，好像是他另外一个女儿。然后你看楼上，占了大部分。他还有另外一个女儿。你看楼上，你看楼上，你看楼上，你为什么要攻打我姐姐？你是为此而来？你不觉得很过分吗？超可爱，觉得很过分吗？你怎么这样子攻打我的村庄？饿了，我们可以去买东西。就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啊，种东西会长得比较慢一点点，但是，但是我们可以直接去我们的商店买东西。哎，商店呢也有卖一些食物。大家都知道，我们勇者村盛产两个东西，一个是香蕉，一个是蜜桃。那我们买，一个是香蕉，一个是屁股。哦，我听懂了。对，就是一个是香蕉，一个是蜜桃啊。我也觉得你们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没有啊，这边有桃子可以买，一个20块，非常非常便宜啊，就可以买一些这个。哪一个是卖的？哪一个卖桃子？我看那个中间那个，中间那个。对，二十块，你有20块吧？没有啊，我连20块都没有，我是穷逼，我只有5块。给你钱，给你一点。哇，吃饱饱，吃饱饱。哎，要是没有你带着我走，我是不是直接第一章就要死在这里了？你会直接饿死，直接陨落。那这个世界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以打开一下 J， 打开我们的世界地图。这个世界呢，总共有8个道馆、8个岛屿，再加上一个隐藏的岛屿。那每一个道馆馆主都是有不同的属性，然后不同的难度。那除此之外呢，这游戏里面还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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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蛋，就是我们慢慢埋进去的彩蛋哦。那等等呢，我们今天目标应该是找不到第一道馆，我们要不要今天目标设个？我们今天一定要先抓到第一只神奇宝贝。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抓神奇宝贝啊。就是为此而来，对，我就是为此而来、啊，就是为此而来，是不是？那哎、欸，他的一颗宝贝球多少钱呢、啊？我先去赚钱，我先去赚钱好了，200块，对，前面这里有可以200块钱哦，不是，这里可以卖，就是像是男人，就是屁股之类的东西，我可以把那个黑羽的先卖掉。应该是卖不出钱，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办法。哦、oh, no. ，我们先去赚点钱。可是这边的 NPC 就是赚钱的速度很慢，它主要是让你练习，这是新手村。那我们散出去，它这边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可以练的。那你去找你想要练的地方， oh. 我去找我要练的地方，好不好？好，那我就是可以直接去找到一个神奇宝贝，直接对他丢神奇宝贝球，直接跟他战斗。对，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要跟 NPC 战斗，因为这边的 NPC 很简单，就是超级简单的 NPC。哦、oh.。好，这个村庄里面总共有4个可以不停战斗，很简单的 NPC，、哦、你就可以不停的赚经验。我要跟阿伯蛇战斗了啦，去死阿伯蛇！那阿伯蛇技能偏低，五等 ，no， 五等，行速度，你是不是会死啊？阿谦，哎，五打五会不会死啊？我要烧他，会啊，有几率，有机会全喷掉，不会，我是天之骄子，我不啊啊。天之骄子要死了！我的小火龙剩6滴血，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木木萧升等了，在飞行火花怕草属性、啊，烧他。No， 飞行系没有怕草属性吗？
我的木木小也倒了。我阿神没关系，阿神也倒了。我死了怎么办？是不是有那个噔噔噔噔噔？有，在哪里？带我去。第一栋小房子里面这边咬，或者是这里咬，然后那个大木博士家里面也咬。好，我要体验一下，噔噔噔噔噔。其实我们这个是微波炉，你等一下放进去。我们声音有点怪怪的。哎，你去这里啦，楼下啦。哦，大眼睛。啊，这个大眼睛，这是宝可梦治疗机夜快刀，你可以使用它回复宝可梦的血量。哦，对。他要我去找河边的。鲤鱼王就是，如果你打得太烂的话，就是你的 NPC 都打不赢，你可以去河边钓鲤鱼王，跟鲤鱼王。我的小火龙烤熟了，我已经七等了哎、欸，你已经七等了，这算地狱梗吗？哎、啊欸，不是啦。哎、欸，我也要跟他打。哎、欸，一次只能够一个人，你要去找其他人。No， 你怎么偷？不行啊，阿谦，你现在很容易被打死啦。你可以跟我打吗？你找裂空座啊，你去找裂空座、啊。我可以跟你打，可是我最低也是十五等。没关系啦、欸，你就继续嚣张啦，我等一下就等着来电报你啊，没关系。我八等了。对不起，每天是哦，这个人不能打。好了，我去找猎工作，我去找猎工作，猎工作。这里有很多很多可以打的 NPC， 总共四位。那大木博士家里面那一位也可以打。哦，那我去大木博士家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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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会不会，我去打猎工作好。多经验，对、啊。有人在打，他为什么要65等打？哦，嗯。没有，你看错了，不是，是这里啊，这个。哦哦哦，这个来，我想说，他打大木博士啊。我想说奇怪。咬猎工作啊、为什么不跟我打？我不是对他按 R 丢球，他就会跟我打吗？你要丢到他，你要丢到他，我丢到他脸上哦。然后他有丢到他，有了，他皮卡丘没丢点，他是皮卡丘，皮卡丘嘞，皮卡丘嘞，哦，在这里。我去打小蛙打六等，他的皮卡丘在他胯下，看到了，看到火花，那他就会时不时的会电他的哦，我会逼他们俩咬到嘞。电到胯下，对，没错，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没错，他时不时就会那个，大概是要这样子的概念。原来这里的神奇宝啊，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不会，你可以，我压血，我压血，我跟你讲，我小火龙压血，一滴血，跟打死那个，跟进，我打死那个，碎啦，我跟你讲，我赢了，赢了，肯定会赢，看来我很有天赋。啊，你有升等吗？有升等了，他给我，我现在八等了，我的六等，我要去考一下，考一下。16等可以进化。我这个点，我们练到10等就去抓我们第一只宝可梦，好不好？好，可以。来，继续打他，继续刷他。再来啊！你不是很强？你知道鲤鱼王其实不好吃吗？根本就没有什么肉，可爱。那有听说鲤鱼王，鲤鱼王是都是骨头。对，那个是五藏说的。五藏说他以前会吃鲤鱼王，然后说很难吃。他好可爱，听说比较好吃。小火龙真的好可爱，真想把小火龙的可爱让全世界都知道。但我老婆好像比较喜欢卡拉卡拉。嗨，您真累啊！皮卡丘好可爱哦。他老婆在二楼。嗨，我丈夫都不喜欢听我分享卡拉卡拉。卡拉卡拉明明比小火龙可爱的多，真不懂他在想什么。听说隔壁的大木博士好像喜欢卡拉卡拉。是我想的。然后一个爱心。哦，你们在那边就是做了各种小圈圈呢、欸。对，我做了各种小圈圈。哦，你们还有各种八点档。你们没有为这边就是写谱出那个你们那个关系图，非常非常可爱。就我们的伺服器就是有一大堆可爱的这种东西。好，我身上有些浅钱，我帮我买个宝贝球。你有钱可以买宝贝球了。我有钱可以买宝贝球。怎么看我有多少钱？按 U 啊，你按 E 左下角。对，左下角。九下家新手村的 NPC 钱都非常非常非常少。你有多少钱？完了，你想要知道吗？外面的话，可以那个，就是外面的宝可梦啊，就训练家、啊、大概都会给你个一两百块，但是这里只会给你个10块钱这个样子，就很抠啊。因为这里是可以无限打，发出什么奇怪的声音？不是，我小火龙被小火龙被电，叫一下。你看，我现在已经快要9等了。你要帮小火龙配音啊？哎、欸，我小火龙也9等，我小火龙也9等了。哦、你也准备、哦，我有跟上，我跟上十等嘛，对不对？我刷了、你们十等，你们两个可以先打一下哎、欸。哦，对，我们可以 PK 哎、欸，直接来一个史诗般的对决吗？哇，这是那个哎，劲敌的 PK 哎、欸，你们是劲敌啊！你们十等、20等、30等都要 PK 啊！不管谁输谁赢，最后我们都会在打完第八道馆之后再次相见。哇，好酷哦、喔，好酷哦、喔，酷哎、欸！等等，哎、欸，那我是什么样的角色？我到底在干嘛？你吗？你就是我是负责。我一下子想不到，我是负责见证这一切的吗？对对，你是见证者、见证人、见证人，比较公正了，是不是？我十等了，啊，我也十等了，我也十等。那我考一下，打架，来喽，来，阿成，这是我的喷火龙，我可以换一下，没有了，没有了。
阿青来 PK 啊！好，来啊，来啊，来啊，中庭相见啊！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你们是国中生是不是？来啊，来啊，闯啊！又 battle 来喽，来喽，来！哎，下下。哦，好刺激！我接受你的对决，来。然后这个画面其实有点怪，一个木木笑在胯下，一个小火龙在胯下。哎，木木笑比手宝吧？木木笑草系的。火花，火花，烧死他！我来观战一下。机会吗？我用灼，完了，我就会被烧爆。火花，哎呀，通通通通通通，我还着火，效果非常显著，灼伤状态。哇，你还着火哇？哎，我是主角吧？你是卑鄙的小帽。卑鄙的小帽。你啄他其实不太痛哎、欸，换我了，换我了。你最好不要用同一招，不能用同一招。烟幕，烟幕，烟幕没有用，烟幕是让我命中率下降。好，命中率下降。飞叶快刀，飞叶快刀。好痒，这还只是树叶，你最好不要这样给我用火花了。这不是很有效。好，换我再用下一招，我再用叫嚣。影子偷袭，让我攻击力降低。你还避开攻击，我避开了。烟幕，你刚刚用烟幕。对，我是用头脑在战斗的，好不好？来，我要叫嚣了，我要叫嚣了。哇，阿谦使用了叫嚣，哇，效果十分显著。你这个是让我那个啦，你这个是让我在调戏我，调戏你。这真的就是调戏，我没有其他的那个话可以跟你说了。好，使出爪爪，影子偷袭。哦，超痒的天，我的木木笑怎么那么烂？哎、欸，我的爪击，爪击，阿神的木木笑跟进，还撑住，我的木木笑烧死啦！最后我就用我的得意绝招烧死你！啊，木木笑火化天、欸、哇！好了，这个第一天跟你战斗，你之后完蛋了，你之后完蛋了，不过来过来，战斗完之后我们要握手好不好？我不要可敬，哎、欸，可敬的对手，他没有，他不跟你可敬，KICK， 哎、欸，哇，不行，他直接动用他权限，哎、欸，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超卑鄙耶！我的天哪，我们一起去抓第一只神奇宝贝啊！好啦，我们难得一起探险呢、欸。我刚刚帮你买了宝贝球了，宝贝球，我刚刚输给你。这个给你，只有一颗球的机会。好，好使用它，好吗？谢谢你，我会永远珍惜它的。那我们要去哪里冒险？我带你走。你带我走 ，OK？ 好。对，我知道为什么黑羽今天比较没有存在感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神奇宝贝都比较高等，所以真的好吗？对，我可以帮他。哎呦，不要，你不要帮我，不要帮我，很烂。我遇到小，你遇到野生的小拉达了，你遇到野生的小拉达，我不要，我要烧死他，走开！你要直接喷火。你已经赢得这场胜仗了。野生小拉达。哎呦！我拿到腐肉，全部拿走。后面有一个进化哎！哇！有了进化，他进化成回一步，好帅！然后回一步这么大是正常的吗？太大了吧？他可能是养那个巨型的一步。哎，这是谁的？谁的东西没用完啊？外面这个地方就可以开始生存了，这是一个生存的世界。对，没错，我们这个世界呢是一个 SMP 世界，是一个single player 不对。SMP Survival Multiplayer， 对 ，Survival Multiplayer，Survival 我就认得了 ，Survival 生存嘛，这是一个生存世界，所以走出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各种各式各样的房子，你可能会想说，阿神，可是我的房子会不会被人家拆掉？不会，好不好？在这个世界里面呢，你有领地系统，你可以去保护。听到奇怪的声音，绿毛虫，我要绿毛虫，这绿毛虫是田家用，阿神，这里有田家用，直接抓田家用太炫，哎，你不要跟我抢啊！哦，那我逃走，我的绿毛虫。我逃走，两个为了绿毛虫，我摸过绿毛虫，比较香，你试试看。Oh my god， 这是什么概念？这是绿毛虫一等哎、欸，烧啄它。哎呦，这个是不是鸟啄虫子啊？哎呦，鸡翅虫是鸟对啊，鸟啄虫子、欸，鸟啄虫子。你们想要烧什么？你知道吗？哎、欸，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回忆好不好？我第一次玩神奇宝贝的时候是玩黄版。波波，阿仙波波，波波波波要怎么抓？波波丢到它、哦，然后我最喜欢的。丢了他才能那个、啊、最喜欢是什么？我最喜欢的就是一开始抓铁甲勇八大虎，然后就可以升级成八大虎。哦，丢不到，他跑走了。我怕他跑走。而且你看地图，我看地图有一只铁甲勇、欸、在你旁边。对、你要去抓那只铁甲勇吗？铁甲勇我看不懂地图，现在太多 ID 在上面了。铁甲勇上面有很多很多只，还有铁壳坤，坐些前方，还有铁壳坤，这里有我不要小拉达。他在别人家的树上哎、欸，这里铁甲蛹，这里铁甲蛹、要不要？啊，这里抢先了、啊，你先抓。那我抓了，我第一只宝可梦就十等的铁甲蛹。你不用先攻击吗？我要啊！我看看哦、喔，战斗。那现在是不是要抓那个什么铁壳坤哦、啄他，我啄他了。你啄他？我觉得我还要再，我觉得他变硬了。
他变异我还会再煮他，他会死掉吗？应该会变。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再煮一次。对，我觉得再煮一次。哎、欸，呀、啊啊，可以抓，可以抓，可以抓，要抓到了，来了，来了，来了，还有变异了，水哦，水哦，水哦，变异了。好了，宝可梦，去吧，捕捉球，我只有三颗宝贝球，去吧，第一颗宝贝球。那为什么你只给我一颗？因为哦，他没给你一半，他骗你。没关系，那个你刚刚赢我两有两下，三下，好像咬、哦、三下，对对对，怎么了？哇，有了！你的微波炉微波好了，恭喜你拿到铁家用。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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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噔！哎、欸，那我很好奇，所以这个系统是我只要带在身上的时候，神奇宝贝都会吸到经验吗？没有，不会，你需要那个，你需要有那个替换，对，你需要替换，需要替换、哦，或者是但是之后我们会开启可以，对，开启可以那个使用道具，让你就可以有附加技能，好像叫做学习装，你要独角虫，我要独角虫，我要独角虫，我要独角虫，哎、啊欸，你们刚好是那个，真的是劲敌耶，劲敌耶，就是我，他是打针攻击的，哎、欸，那这里有铁壳棍，我把它烧了、我要把它烧了，我把它烧了，那十针铁壳棍，你真的是我的劲敌耶，这里，啊，我来了，这里，十针铁壳棍。这里，我们现在是一个劲敌 play 哎、欸，我丢不到你，你敢不敢跟我约定？好，就是我在线上的时候，你也在线上，就是我们都只能够一起在线上，好不好？好，好，好，敢不敢啊？敢啊！就是这样子啊，除了这个时间都不能上线，都不能练角色，对对对，都不上线，我们一起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劲敌 play， 我们要一起长大，然后最后再来一个最后的对决，轻松 RPK， 然后大家看看谁绝对会获胜。哎、欸，我觉得我到底是如何？我到底是如何？你就是一个，哎、欸，花，拉烧死了是不是？好了，今天这集差不多到这里、欸，我们再找一次，再找一次，很快很快。对不起，去找铁壳棍了，这边喇叭一样，你不要喇叭一样，我不要喇叭一样，我一定要铁壳棍。有皮卡丘哎、欸，有皮卡丘哎、欸，我要换宝可梦，还是你要抓皮卡丘？嗯，皮卡丘很可爱哎、欸。阿千，我帮你找到铁壳棍了，在哪里？更多铁壳棍来跟我走，跟我走，右斜前、哦。那你们先去，我先解决这只喇叭牙。好好好，我啄死它，我啄死它了，啄死喇叭牙。对，我啄死喇叭牙。啄，谢谢黑羽，谢谢黑羽，黑羽这里有一个，哎，对啊，叫我神掰，叫我神掰。这是铁壳，这里有别人的家，不要破坏农田食物，谁都可以拿，但是不要拿太多，留一点点给其他玩家。啊、他人好好哦，这个四不见的都很好，哎、欸，他走八等哎、欸，这个、好好的爸爸。我建议你不要用火喷他，我用抓的，我用抓的好了，抓的。我来看看你的战斗好了。看一下，他会玩宝可梦，会。我刚刚不小心太，我想说他十等应该不会死吧？他变硬了，他变硬了。那没什么再走，你又变硬了啊？没有黑羽，我找你来不是为了让你讲这些垃圾话的。我是给你专业的那个知识哦。我跟你讲，你的火系是克虫系的，你要用到火。这影片下面大家开始说我是不是很打？哎、欸，我觉得可以再抓一下、欸，哎，他应该没有那么容易死。你敢不敢一颗就中啦？可以了啦！我要再抓一下，我要再抓一下，再抓一下，我会死？不会！他现在应该超硬。哎、欸，活着，厉害、哦！活着！他已经升五次的那个硬了，他已经最硬了，最硬了，我就不能了。他已经差不多，红色就已经是最高级了。我要使用包包，多少红都一样。对，好，包包，然后捕捉球、精灵球来了，你就一颗哦，没抓到就没了。Go， 丢出去了，也摇三下哦。注意，来了，下，两下，这才两下，三下。谢谢，三下，你的铁壳用也考好了。我不敢再来哦，不行，不能够整天都在 PK， 不能够，对对，不能，这个东西是自由练习五分钟，好不好？好，自由练习，好，为了成为最强的宝可梦练家，黑秀。欸、我想要再多抓那个哦，皮卡丘，我好喜欢皮卡丘。我帮你找找看，我帮你找找。可是我已经没有球了，没有球。我们都不能够那个，都不能够接受其他爸爸们的抖内。对对对，谁丢给我们就点本掉。我要自己赚钱。我差点把我精灵球丢给阿千。哦，那你明天开始就不能跟我一起拍了。直接被本掉，明天过，直接被我。人就直接消失了哈！快了，你们等级大概要到第一关道馆的等级才可以跟我一样。那食物可以吗？我可以拿一些这样的梨子，因为我有点懒得走回去。你可以去看看那个啊，你可以去看。我跟一个烤猪肉。谢谢谢谢。打宝可梦，宝可梦也会掉一些食物。哎、啊欸，而且我跟你讲，你很适合打喇叭牙，喇叭牙会掉稻草。哦，然后就可以直接合成是面包，你就可以吃喇叭牙。喇叭牙，为什么这边有一个样子怪怪的 NPC？ 我要修复它。
你怎么在这里？他怎么长得奇怪？他看起来很恐怖。这里吗？这里有喇叭牙吗？我帮你找个喇叭牙。可以教右上角要怎么看宝可梦？它会直接出现。有图片啊，对啊，它有图片。哦，就跟那个图片很小，非常非常非常小。对，它有点小哎，是不是有办法把它变大？我好像没有找到按键可以让它变大。好，先来帮我的宝可梦补个血。哎，话说那个大梦博士他有几只宝可梦？一只皮卡丘而已。对，好像只有一只皮卡丘。你该不会要刷他练等吧？我觉得这样子最快啦，一开始出奇。阿谦，我找到喇叭雅了。你在哪里？我找不到你了。我在山上。不要变硬，切成梦梦虾。在哪里啊？我真的也没看到你。你有看到我的 ID 吗？有看到你的 ID 啊？你直线往我这边找，你有没有看到我？有看到。好，阿神以为他自己在那边跟他 PK 可以赚比较快，以为自己很溜，我们更溜。我跟你讲，你还克属性，你可以打比自己高等的。没错，我真的打不赢你耶。没有，这是今天第一集而已，好不好？之后就逆转了。然后下一集阿神就收服一只水系宝可梦。对对对，下一集出来的时候直接水系电爆你。哎呦哎呦，今天让你的宝可梦直接交洗。阿谦再来这边。哇，我们这是宿命大对决，交洗的宝可梦。这边有两只。可以虐杀他们，虐杀他，把我讲的好像坏人一样哎，怎么这样子坏人呢、啊？这游戏其实蛮写实，你知道吗？打喇叭牙会掉稻草，会掉稻草，打鲤鱼王会掉鱼，你知道打魅力羊会掉什么？会掉羊肉，羊排。我取得龙袭耶，我要换水哦，你龙袭蛮强的哦。什么小五龙一开始会龙袭？你把烟雾怎么换掉好了？为什么小五龙一开始会龙袭啦？因为我是被神选召的孩子。所以我的宝可梦龙袭很强吗？龙袭蛮强的，龙属性的。对，你的小火龙有毛病是不是啊？你不要攻击我神奇宝贝。我讲话怎么？我从今天开始跟你势不两立哦。对啊，你看你长大以后你就会变喷火龙。我不想打，干嘛？我不想打到你，我不干嘛？黑羽，你现在在以下犯上哦。啊，我们这个伺服器的宝可梦可以飞，就是之后我们现在只能用走了嘛，对不对？那我们之后宝可梦可以用飞的。有没有那个脚踏车？我超喜欢脚踏车的。脚踏车有，但脚踏车。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伺服器？大家其实都很贴心，有人要换宝可梦啊之类的，大家都可以互相换，超棒超棒！我要互相有礼貌，我要回家一趟，我要考一下我的宝可梦。史上最有礼貌的伺服器，你看他还说方便来红土山上吗？红土好像是第二道馆吧，第三道超有礼貌的，那他们都可以直接飞过去了，对不对？他们如果有，他们要会飞的宝可梦，不然而且那个宝可梦还要学飞行。我回不了家。我迷路了，我生存第一集。附近好像有别人家，你可以借用他们的。哦，可以啊、哦！我的铁壳鲲要进化了啊！太快了吧，阿神！对啊，怎么那么快？一等啦！那请问一下，要怎么交换宝可梦的顺序？我教你，你按打开你的包包，嗯，对，打开你的包包就可以了。然后点它，然后再点第一次、就可以换了。好，因为我要让我的铁壳鲲也练等。我现在要考一下我的宝可梦。现在有没有人？这里没 有吗？没有。就是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那个自由训练宝可梦，五分钟吗？五分钟？我觉得十分钟啦，五分钟有点太短，我们可能练不到什么等级。好，那我们十分钟练宝可梦，然后十分钟一起玩。对，这样子。然后十分钟冒险。看到你们跑进来了。哇！我要去考一下。我竟然走回家，我傻眼。对。你看，这里有的考吗？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东西的效率怎么玩？其实有真正破坏游戏玩法的效率啦。就是只有先击球，然后去抓很强很强的宝可梦。但我觉得那样子太无聊。阿神，我跟你讲，刚刚阿谦做了什么事情？不是，你不要吵，你闭嘴。他刚刚等一下，我的铁壳鲲往不是铁甲蛹往下跑了。哦，继续练等，继续练等。我真的快被你笑死。他怎么了？他刚刚就是说我要去补血，然后他就朝那个补血箱直接扔球。不是，我现在因为我第一天来，好不好？大家在看这支影片的各位。请大家原谅我的操作，虽然你可能自己有玩过这个伺服器，但是我真的还在熟悉。对，我是完全第一次进来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我一开始前面的影片还有走路晃动，就知道我什么设定都还忘记调，好不好？就是阿谦要凯西耶，你想抓吗？要，可是没有球，没宝贝球，抓的不多。哦，今天没办法再抓了。好，你好可怜哦，没有宝贝球。哎呦哎呦哎呦，我要开始练起来喽。哎呦，你好像很厉害哦。练起来了，哎，我现在在抓宝可梦了。你不是说今天只能抓一只？我没有，我是说刷宝可梦的等级。哦，刷宝可梦的等级，刷等级，刷等。对，完了，一开始阿谦，你有看到前面这个树吗？完了，我死了。等下我出事了。哦，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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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已经不是了，你要写是不是？对，我没要没写了。这棵树怎么样？我要冲上来。哎呀，没有没有，你上不去，你上不去。我是说下面这一些，嗯，这些是宝可梦的果树，之后你可以自己种，然后可以拿上面的果实，可以做成保龄球。啊，我们要那个吗？哦，要那个吗？就是今天结束的时候再来一场战斗，还是二十等的时候再来？我觉得二十等再来，二十等再来啦！没有人天天在战斗的，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神奇宝贝，要动我们的脑子，好不好？来一场战斗狂，欸，我们要来一个修心修妹的战斗，好不好？堂堂正正打败你的，我笑死！我这个耻辱推不下去，欸，不是不是，我们要来一个堂堂正正的决斗，我不能每次都决斗。路上有店员呐，啊，他卖火鸡翅跟那个，他是流浪那个流浪店员。哎，欸，对不起，我要回来了，我要回来考我的宝可梦，一下就没血了。那我来回两趟，我就开始饿了，我傻眼。哦，那我觉得，欸，我们剩下两分钟，欸，自由训练时间，今天这集就要。我觉得我先那个好了，再让我考个，不是考个，打个那个。我觉得要让他那一次进化。顺带一提，顺带一提，什么？今天就想进化？不要吧，明天再进化了啦。哎，欸，顺带一提，这个伺服器里面的晚上啊，跟白天啊，会遇到的宝可梦都不太一样。没错，记得晚上的时候，在初始村有机会会看到鬼丝。哦，那是我死掉的肝。真的，鬼丝？哎，欸，大松鸭，我可以抓大松鸭。不要不要抓大松，他会喊那个哎，欸，宝可梦的英文名字。宝可梦的英文名字，加美的。阿婆蛇怎么没有鬼师啊？我记得之前以前这边还有鬼师，对对，鬼师好像在村子附近，然后对，我也在村子附近。那我们什么时候下一集吗？什么时候可以干嘛？房子，我们什么时候盖房子？我们下一集再来盖啊！一地，哎，我最近阿罗拉的小花台，哎，你最近怎么一直遇到一些很不是最近，你今天怎么遇到很厉害的宝可梦？然后我们怎么都遇到小拉达，或者是大虫那个喇叭牙之类的。对啊，不停晃啊！哎，我这样子换到底那个铁甲蛹不是铁甲蛹，那个我的那个到底有没有吸到经验值啊？哎，阿谦你快进化嘞！你怎么知道？好强哦！路上有时候会有野生的那个宝可梦训练，你十三等啊，你十六等进化，你要直接拼进化？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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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意外，我先变硬一下，我先，哥俩你铁克蛹，我先变硬招吗？没有招式，我要换下去了。要切，要互切。这是什么东西？要一直我要去找野兔的训练家了。很好，你要我 OK 吗？十八等，我打零九才有鬼啊！有没有简单一点的野兽？我看都只有我的小火龙有经验。不然阿神抓一只那个啦，抓一他会有经验，他会有七十一等。你在初始村干嘛？遇到两等的阿伯蛇，我都没有那个。好了，逃掉，逃掉，逃掉。铁壳蛹几等会进化？那好没，我帮你查一下，十等啊，哦，十等是不是？十等啦，欸，这是蛇村欸，这附近好多蛇啊！我现在有人在大叫欸，你知道现在我就是阿庆的那个宝可梦图鉴，真的铁壳蛹啊，虽然一动也不动，但会变硬。哇，你人超好欸，欸，铁壳蛹九等了，看好了，怎么办？我铁壳蛹水哦，先给他使用催眠粉，50%命中率。撞击好痛！你就直接让他进化，然后去打阿神啊！不要啦，很坏耶！阿神，你觉得我今天可以让我的铁壳蛹进化吗？十等应该 OK 啦，好不好？可以啦。那你进化之后就要停下来了。好好好好，我今天只到进化，好不好？我挑战个十七等的宝可梦。其实你练蛮快的。对啊，我今天蛮快的。你练蛮快，你练蛮快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有资质。你有什么？风速狗，我有资质。风速狗会被烧死。是上天选中的孩子。对，我是被上天选中的孩子。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跟阿神决斗。他不应该又是风速狗，怎么又是火系啊？我好讨厌火系啊！一偷袭完蛋了，死定了。而且你有那只，快被笑死，被烧死啦！没有适合我的训练家欸。他说奥斯丁，你长得很丑欸。奥斯丁，不要叫他。你说这个 NPC 吗？对，他说我长得很丑欸。他不是在跟我说话吗？对，他说你长得很丑。这应该是小燕设定的。他人身攻击，我可以告他吧？严格来说是可以的。对啊，他怎么可以这样人身攻击我？好多符咒哦，打了好多符咒哦。这边有小智哎，他在画自己的领，画这么紧啊！好，这边有些超巨型小拉达哎。铁甲蛹不能死，铁甲蛹不能死。你今天是快买了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等等等，对对对，我不知道。你们在打野生宝可梦吗？没有，我现在开始刷。我们现在刷训练家。哪一个训练家啊？有适合你们等级的训练家？没有没有，他等级很低，他三等。对，哦，三等这样很难练呢。没办法啊，因为我的那个小火龙走到外面打两场，又要回来补。
察十八等，他觉得来回很麻烦。对，我觉得来回很麻烦，我怕大家就是看我们一直走来走去很累，就干脆那个了。对，干脆站在外面。对，我干脆站在那个下面，然后下面补完之后上来直接打。这个玩家就现在很可怜，他是被你单刷，我傻眼。他就是刷他，还是刷刷刷刷刷刷刷爆他就是不要再打我了，不行，然后继续打。你不要再打我了，你好厉害，然后再打他一次，往死里打，好惨哦！难怪他直接人身攻击你，对啊，好惨哦！哎呦哎呦，我快要死等，我快要死等，我再打两场应该就有了。所以说，我要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我没有看到野生的宝可梦，完了，阿神你是不是不太行了？我真的不太行了，不过没关系，村庄附近不是蛮多的。我现在走到别人家了，我现在在附近乱晃。哇，阿倩已经厉害到他可以现在可以秒杀了。啊，那火系、哦、不是刚火系烧他的都是草系的，强了一点点，蛮吃香的，蛮吃香的。我、哦、一开始选火系真的很爽哎、欸，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超爱喷火龙，是不是？我超爱喷火龙。一开始选火系真的很爽哎、欸，因为我超爱喷火龙啊，蛮吃香。哎、欸，天哥用十等啊，十等了，注意。对，要进化了，要进化了，我要打死他最后一只。进化的时候要怎么样吗？等我没有，他会自动。这边有个取消，按下那个取消。我先按取消吗？对，好，他就不会进化了。你啊，这样不行啦，那我怎么办？你在二楼啊？对，我在二楼，你上来。二楼，还二楼。好，我看到了。你赶上，你要赶上。他铁哥又在阿倩的胯下进化。铁哥用，我看到，他按耐不住了，阿倩好硬啊！阿倩，你的铁哥用快按耐不住了。阿倩铁哥用好小一个哦。哎、等下你铁哥用滑下楼梯了。哎、欸，他去哪？不是，我看不到。铁哥用，我在下滑中。下滑中，铁哥用滑下了。哦，哎、欸，你大神风进化了，好小的大神风哦，好小、哦。蜜蜂哎、欸，是不是大针蜂、欸？不是，你们一直说好小，一直说好小，是对我说还是对他说？你们要他、啊，我们在说他，我们在说他，就是很小啊，就是很可爱、欸，很可爱。你看我的，你看我的，八大湖也太大了吧！我的巨型八大湖，哎呦，你八大湖已经十二等嘞、欸！对啊，巨型八大湖，你的八大湖大的跟摩斯拉一样大、欸，我的天哪、啊！是、欸、没错，哎、欸，你很厉害哎、欸！摩斯拉要不要再 PK？不行，我们要忍住。要20等。对，要20等才是我们下一次 PK 的时候。今天就到这里了呗。你要让我考一下我的宝可梦，他们受伤了。考他。我爱着他们。哎，这真的是新手村，今天第一集是在新手冒险。哎、欸，很好玩哎、欸，比想象中的好玩多了。恭喜你们都进化了哦。耶、yeah, ，那我们今天就哎、yeah. 欸，我们就在这边做个结尾吧。耶！好了，那我们这一集第一集宝可梦生存大冒险生存地图第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啦。如果大家还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在影片底下帮我们点一个大大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也不要忘记跟我一起拍的阿神还有黑羽哦。那么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